不想和你交合，因为你身上有虫子。那这里蠢蠢欲动的是什么？不如先咬一口。叶仙儿发现宋宁玉和她长得一模一样，于是叶仙儿进入了宋宁玉的身体。这个充满恨意的女人之后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，咱们拭目以待。上集讲到新人物段千杰，他拿走了九幽盛典的中卷，如果林雨石想拿回九幽盛典，就必须和段千杰打架。于是谢圣云舍身去诱惑段千杰，没想到诱惑你还不够资格，你长得不好看。最终中卷还是落入了林雨石手中，这时又有月幽民族的长老出现了。